上身高体重有 polo，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。是的。哎呦，好像穿的是发源合领小洋装，没错。哎，大哥，我先去旁边预习一下。这件它的领子就是做那个整圈的那种荷叶边的设计，然后前面还有做扣子的设计。你去年也有穿过？对，我怎么觉得好像？但是它是穿上去之后觉得是穿过那件花花，就换花有换掉。它这前面是有做扣子的设计，然后是整排的排扣。但我觉得这件还是建议小个子穿。对，这件真的小个子女生，因为它的长度，你看像，因为我现在158，我穿起来话大概就是大腿的一半。嗯。三分之二吧，我觉得160以下，超过160太短。对啊，如果你举手或什么的话，你举手多少都还是会再跑起来一点。所以如果160以上穿这件的话，安全裤一定要穿短裤，穿的短裤会比较安全。安全裤有点太对对对，安全裤可能还会有一点怕跑出来这样。这件是推荐小个子，推荐给小个子。然后它是这样，整个领口从这边到这边都是到后面整圈都是松紧的，就它整圈都是松紧，所以它也可以像小白稍微这样拉一字领。对，因为我的肩就是比较小一点，所以你知道它就是很轻易的就可以拉下来。然后或者是就是拉这样子大方领的穿法。对，我来。然后如果用大方领的穿法的话，它这边就有点小公主袖、蜂袖的感觉，比较有效果。这样中等。看起来蛮漂亮，我觉得穿黑色看起来蛮有气势的。它有两个颜色，但我只穿黑色。真的吗？这个颜色我还有一个是绿色，还有绿色。那绿色细节看得比较清楚，我用绿色介绍好了。它是在就是胸线下胸围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做拼接，然后就延伸上面松紧的地方到这边都有小抓皱，所以它穿起来是比较有 up 的效果，没错。就是胸围这有强调这边胸线的感觉，所以我自己觉得，如果你是小个子，然后小胸，对小胸的话，这件穿起来整个人身材会蛮好。对，然后它基本上洋装就有带一点点小腰身，然后裙摆是这样 A 字型的，所以整个如果尤其是你是娇小女生的话，这个身形比例穿起来会蛮好，因为整个你腰线会提高很多，然后它的裙长。长度也不会太长，所以虽然是短洋装，但整个人看起来会蛮有精神的。它感觉呢，就是胸下就是腿，没错，对，就是看起来从这边腿会非常长。嗯，然后它袖子的设计应该是做六分吧，六分袖左右的设计。对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整件穿起来就是感觉还蛮有精神的。然后它是有做内里的，它是有做内里的洋装，不过因为它材质就是那种薄料的雪纺，所以我觉得穿起来夏天穿也可以，就夏天穿不会到太热。哎，你问说想看张真穿这件花园洋装，你要看看，因为我怕有点太短。对对对，你看我穿起来已经就是到大腿三分之二，然后张真又比我高，所以他穿起来的话可能就会再短一点点，怕会太短，我怕直播会被拉掉。等一下请他试看看，如果太短，我们先说不出来，因为还是比较建议就是160公分以下，对，小个子。我觉得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超过160身高，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太短了。对，因为你手举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它就会往上拉。嗯，就我觉得如果你平常没有什么动的时候，可能都可是你不是觉得就是要举上手吗？就是对，手就会举起来。那这样小白158举双手举高还是安全的，但如果你真的超过160，双手举高就蛮危险的。对，我觉得怕会曝光，所以建议一下。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肩膀就是真的很漂亮，这个方面很漂亮，就是露锁骨。对啊，那我今天想去硬要那个锁骨，去垦丁玩一下好像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戴个帽子。因为我要去垦丁吗？就那个，你还决定要去哪里玩吧？还没。还不知道去哪里，你的行程还超帅，给我还不知道去哪里。然后我觉得她袖长也很刚好，因为我觉得小个子女生，我自己会比较喜欢，就是长度没有那么长的袖子，像刚穿要不就很长，对对，要不就很长，不然就是短一点。我觉得身高就是比例没有像高个子那么好的身形的话，袖子要不就盖到这边蒙蒙袖，你要不就戴七分袖，就是要露出这一段，要不你干脆把它盖住，手这一段一定要露出来。我懂我懂，是我们一定要，我没有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袖子刚刚好，我不喜欢，所以就算是长袖衬衫我也都要折成七分袖，这是我的习惯就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，错，对，推荐给小个子的。同框要记得，如果你要索取同框购物金的话，要帮我们分享直播，然后再留言传这个对留言，然后再传同框照，然后并且给我们你的会员账号哦。要白要白呗，两个刚刚都才下班赶过来，还这么开心，肚子痛啦，就跟小